哇，来吧，是你挖打炼我金城吧。的深怪钻是一定会露出很多，挖任何生怪砖都会有。差点被秒杀。我那天就挖了很多个熔岩史莱姆的，就知道多恐怖了。他们打我自己死瞬掉。间生一堆。汪要会死，汪会死，汪会死，怎样？汪第一次感受到恐惧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恐惧。玩到现在，知道什么叫做死亡。哇，打了我92下伤害，92下还是92滴？92滴伤害。连续92下，猛哦！死缺，白哎痴呦，哦、喔，怎么了？没有小猪，小小屁孩，猪，晚安，一晚安哦。晚安。哎呦！对我敌意的吗？要睡哦，好晚安哦。挖矿就不太能看聊天室了，不好意思。功力哦，这是什么？下界龙矿，好挖。累了就先去睡吧。早挖到这把升级吧。干什么啦？吓人！在窗台玩仙女棒，感觉真的好怕，好棒又好怕，天哪、啊！好棒又好怕。要好好珍惜。感觉吸金的声音好像有人快速在弹弦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吸金的声音是这个啦，关掉就好了。那这样就没有了哦。哦，啊，吸东西的声音就是念的，就蛮好听的啦。哎呦，打开。
你有吗？被掏空了。龙矿很难挖，很稀哦，感受得到啊。嗨。啾啾啾！我看到，该不是杰克吧？嗨，有发光的物体在走动，只有杰克会发光而已、啊。我也在这边挖矿啊！天哪，你在我上面挖矿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要挖整齐一点哦，很整齐，很整齐，不用担心 ，Don't worry。Don't worry， 好。感觉比较好、啊，好啊！大家给我喝不喝？你是忘记你那天在地狱那个吗？不，是地狱啦。看来你是忘记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啊？嘿，那时候就是好，好是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被眼睛碰到啊！对啊，你那时候是掉到那个被眼睛碰到吗？啊，对，对啊，我是灌浆的时候啊，灌眼睛的时候，然后按着 shift 眼睛跑冒出来啊。可是挖一挖很容易就突然冒出眼睛哎、欸。所以我现在冒出岩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在地上再挖一个洞，让它直接流下去。流下去。对，它会找那个缺角先流下去，没事。嗯，找最短的往下流的距离。高招吧，真的厉害。在地狱挖什么？我吗？对啊，就挖地狱的矿，黄金那些。欸、白痴，我也不怕被岩浆烧啊，我还怕什么？防火啊，我不防火啊，我被火烧反而加耐久啊，好爽、哦，哇，挺可的，对啊，反而我那个挖太快，伺服器无法接受，然后我都会挖失败，会弹回来，我偶尔会啊，对啊，一直弹回来，所以我都慢慢挖。哎呀，走开啊！你们到底会不会大便啊？我想说你在问我们会不会大便呢、欸？杰克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我问这些羊哦。不属于胜利的神，尬了。会啊，猎神不是到处都会胜吗？对啊。是啊。哦，你新手哦。对，我新手，我新手。没错，我是新手。看，杰克就是被我们训练到背嘴，都已经通不痒了。
功了，这样才有较高的忍耐力啊，出社会这样才行啊。干嘛补回去啊？到挖掉啊？化石金，而进贡的，因为的机器放错地方，那他要放哪里？我帮他回答。那他要放哪里？啊，放哪里？对啊，不是放底下吗？还是要放上面啦？直接去查比较快。快速快乐吧，快速哦，当上面有动物时，看会自动机器内雪球，它会显示工作范围。啊，雪球，我得到的资讯。所以我要再往上放一格咯。啊，这样往上放一格。它的位置就只有一格哎、欸，玩，啊、那下去，就下去哦。哦，有了，有、哦。这个机器好，好哦，它要站在整个机器的上面才行。好、哦，好吧，那你就乖乖的站在上面吧。你也不要想上来了，你就在上面吧。我把它埋在底下。先下来晚安哦。晚安。哈基去忙了。嗯，掉招了。游泳了。去练身体了。去练身体了。去练手臂了。阿七去当财神爷了，好可怜。你的比方要这样想嘛，他会赢啊。我没有说他会输，也是。
隐约，那怎么远端连到这个箱子啊？你还早，你先把你的基础弄好。你还早，好吧。哇，这句好有魄力啊！你还早，你还年轻，我还太早了。你给我下去哦，不要逼我。你就乖乖在下面啦、啊、一直爬上啦、啊、一直爬上啦、啊、你这样子我怎么收集废水啊？哎呦，来了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啊，你搞不用道歉啊，搞死挖太快，观念不一样而已，也不用道歉、啊。嗯，然后可能我刚刚也是有讲到你无法理解的地方啊。情绪控管没有啦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一次生两只，第一次看到，哎，去死吧！没在意啦，没事没事，是没事。杰克，我们真的很近哎、欸。嗯。所以这真的是上下层了呀。对啊。我有人一直叫我挖你脚下，我就不想要啊！你看我对你多好，真的。我没有听那些流言蜚语，嗯，我还是亲人最好朋友。对啊，虽然我还是很讨厌你，讨厌我啦！哦，我要跑一下你这样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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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跑一下回耐久 ，M 的发音想回耐久了。标题换疗愈台，为什么？弹琴吗？想听我弹琴吗？标题是什么？通装备之类的吗？看一下，琐碎啊，琐碎就好啦。琐碎这么万用的标题，什么都可以搜啊。来搜一下，播个广告。广告，让我请，让我赚钱。给我钱！可是，就算真的要挖杰克脚下，也挖不到，他走那么快。杰克，你不要动！不要动！这边有岩浆哦。我吸金也是。杰克，你不要动！哎，回来一点点。回来。哎，你太多点了，太多点了，太多点了。回来。哎，这边。嘿，可恶！啊，你要怎么回去？啊，你跌回去好了。我飞回去啊！看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这么便利的东西，你补一下吧，不然等下到底掉下来。怎么出好多怪哦？感觉插火把、欸。干嘛插火把？地狱的话，你插火把没用啊？有用吗？
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吧，大部分的都没有影响吧。你对啊，你除非要擦的很亮呢。我每一个都擦吗？对啊。反正我都会被自己讲话。哪天结果开始换装备了，怕岩浆。那都照样吹了哎。然后最近肯德基广告真的超多哎。差点睡着，就去睡嘛。睡了就睡啊。睡觉啊，睡觉多爽。哇，也快升等了，我可以回去。哦，升级了。大师了啊！锤子的大师登上去14400，不止144000，我少看一个零，刚才揉眼睛。4万嘞，杰克！哇哦，哇哦，40000了！真是有梦最美。哎、欸，我的电暖气怎么？对啊，刚才怎么没开电暖气啊？难怪那么冷。你没开电暖气，电暖气是关的啊。是关的。呀，我要看完，然后去追史莱姆。你要看完，啊、你要看。如果一直不看，不开不关台，你不就一直看？那你就不用追喽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可以重看，这个意思吗？嗯，我后边这。好了，我已经把一只羊困在一个角落了。阿杰克，你那个稿子是3×3吗？对啊。喂，你的稿子还是锤子啊？锤子。我其实有考虑想说，稿子用三乘那个加加。我刚刚你说稿子吗？对啊，用加加升上去啊，扩充加加。这一般稿子就可以挖3×3站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好想法！但是这样就是要浪费两个金强化草了。那你稿子还弄什么？好问题。对啊，稿子要冲等级就得自己要加了。不然挖一个，你真的挖到海枯石烂。哦，我要到外面去了。我要吃鸡排吗？就是盐酥鸡。哎呀呵呵，我那天真的是嘴巴破掉吃盐酥鸡，真的。嘴巴破掉还吃那个东西？对啊，爆了。好的，我可以回去。好了。对啊。要走。大章鱼烧不错，是哦。他故事比较简单。史莱姆，大家转成史莱姆。对啊。转身史莱姆。稿子很方便，尤其对强迫。哦，你是说只单一挖一格吗？可以去睡觉吗？你可以去睡啊。觉得当挖陷阱打人的时候比较适合吧。哦，好吧。来，缓缓经验。可惜他没有什么继承之类的。要继承，就是
假如这一把退休了，继承到下一把这样。哇，哇，去打。你说随机吧，好随机，把这个稿子丢到 Pink 的东屋主动。Moco 只是在逛去睡觉而已。打开它。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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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嘞！我要把硬币关掉，不然东西寄到身上来。好了，好了哦。等一下也要追史莱姆，好啊，不然开到两点吧。两点后，我还是要继续玩那一块啦。繁星，你的凋零骷髅的头颅放哪边？这里，底加底加。这里这里。哦，不用不用客气。算了，我要拿去拿。你有地狱之心的，我拿先拿地狱之心好了。哦、好、啊，我刚刚就是去练那个练身体啊。好、哦，去给他打两下吗？对啊，先去练个身体。追喽，繁星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好晚安，快去追，快去追！哇，怎么个鬼啊？危机，看一下哦，可以先分类的。啊，我先到那个。我画水晶水剑了。矿物，大家说抽屉收起来啊，不行吧？我不知道，干嘛要压缩矿物啊？嗯，搬的抽屉就够了。你还要离魂石吗？
球来。好。吊死的火花水晶。挡。做个大水壶，哒哒，鱼油胶囊咬破，哎呀，一定都会好奇去咬破那个什么东西啊。东西有胶囊哦，超咬破超恶心，那个不要咬它，对，人家好好的，哎呦，没事，不要乱咬。哎、欸，我地狱石又爆了、欸！地狱石又爆了，又要再给他更大空间吗？那这样又可以。他传太快了，感应到。没有爆，没事。能传太快了，跑到下一个箱子去。是，然后下一集看到抽屉，咔嚓。哦，对啊，这个他们说我这样用很浪费，因为这个没有压缩，都在改吧？改啥？是我那个闪长眼那些用压缩抽屉。哦。掉入。按这儿，我又跟钻石事件一样了吧？掉在地上、啊、就喷出去啊！我画水晶碎片呢。看来真的是贱了。
没有，没有，我。白魔，不要在左键哦，可是刚刚可可豆左键比较快耶。老板，哟，我退取断了吗？发生问题，没办法耶，我。只能重开啊，发生问题。我看到聊天室啊，我不知道欸。我就只能关台再开台啊。M1 箱子无法连接导管啊，无法连接导管，感觉退取问题耶、欸嗯。我后台没有东西让我点，我真重开了。就是开机的状态下，然后它不会因为导管而输出东西吗？哇，真的看 YT 了，抱歉啦。哎，我要再来要升级一个东西。哟。